我第二次实名举报，我叫苏良，我实名举报以下六人在无文凭、无正身、无体检的情况下，第一龙辉，第二马翠，第三龙凤，第四张秀霞，第五洪德安，第六龙英年（括号龙美玲）在龙兰巷亲自操纵实施下，贿赂大量的金钱，违规违纪违法，使以上六人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。龙兰巷将他们身为普通农民的孩子，一夜之间转变成为国家公务人员，且身居要职。我有龙兰巷巨额行贿、坚如磐石的证人证据。我以上所述如不是事实，我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